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妹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姜孙牙，在城里买肯定很贵，订很多人桌炒这个姜孙牙来吃，很好吃。然后今天我也尝试一下，刚才去地里面看到嫩嫩的，所以呢我就摘了一点回来试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炒鸡蛋，拿来炒鸡蛋，先把这个老的。就要这点嫩的，看看味道咋样啊？我帮你们尝试一下。要不要？感觉有点多了，不要那么多，这也可以吃两餐呢。他们都不吃，他们不吃，就我一个人吃，就搞点嫩嫩的去。挺香的，先过一道开水，然后放到冷水里，然后再切。再搞五个鸡蛋，今天下雨天可以在家里做美食，不然平时没有工作。把它搅拌。朋友们吃饭了吗？给大盘，小哥他不吃这个的。哦，好好吃。真的好香啊！我回去。啥表情啊？你都不吃。我回去。刚才我刚带回来，问他吃不吃，他说不吃。太幸福了，拜拜。